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安吉拉，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裱花频道。那借着这一期节目呢，先要跟大家说一个短暂的告别，因为后天早上呢，我就要坐飞机离开澳洲，飞往中国，大概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的空档。那这段时间可能就没有办法及时为大家更新视频了。当然一个多月之后回到澳洲，还是会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的裱花内容。那这一次回国呢，主要还是想多陪陪家里人，然后顺便可以去各个城市走一走看一看。因为疫情这些年呢，真的是哪儿都没有去，就一直基本就是在家里或者就是在工作室里，就是两点一线的生活。再加上出国这么多年，说实话澳洲已经没有说某一点特别吸引我了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我已经来澳洲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，所以说对我来说这边的环境都已经很熟悉了，所以反而更吸引我的是国内的一些生活和一些景点。因为我离开国内已经非常长的时间，而且在我很小的时候，那时候也就是读书啊回家基本也是两点一线，所以这一次回国就搞得我又紧张又期待又兴奋，我真的是很久没有这种感受了。就算是当初我刚出国的时候我也没有这种感觉，因为那个时候还小，就对我来说我只不过从中国然后换到澳洲去读书，就是换了一个学习的环境而已，但是也不会说像这一次一样有如此的期待。为中国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富有神秘色彩的一个国度。因为我平时在家就是特别喜欢看古装剧，所以呢我就有搜到中国有个地方叫大唐不夜城，然后我就特别在那个某书上面我就搜了它的攻略，然后我就感觉这个地方非常的吸引我，我一定要穿着汉服然后去体验一下，到时候我可以把照片发在动态里面，这样可以告诉大家我的确真的有在那里打卡。大家如果说有任何推荐的地方或者美食，都可以在留言区推荐给我还有我特别想去四川，但是呢我不想吃兔兔，因为我自己家里有养一只3岁的小公兔。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就做到这里，到时候我们动态区打卡见哟。